还是第一的。我一开始一看他才管的，我那时候就已经有多大仇恨呢？这女的又来洗衣服了，这女的又蛮好的。说你妹嘛，你没说，他说的是你。管啥呀？这你这女同胞管啥呀？别打他一巴掌，站开！哎，咬头咬真相。刚才这个女的跑到这洗衣服的地方来洗一下，然后她又把她扣了，脱了衣服再打，脱了衣服再打。他妈的，是不是去医院玩了？他妈的，不要打那么久吧，我日你妹妹的！那怎么打的呀？打两拿半个小时了，拿半个，状态已经打了半个小时了。还打我操！对，都大哥。两个人打。我一个男的干嘛的？报警啦！哦，原来了。个翻译，翻译，男女翻译，男女翻译，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。我操，打个打多少个，我日！那男的在打就一个男的还在打，一个男的，那男的是不是这样？那男的又不欠的。怎么旁边那个人在那看着看干嘛？看表演。哦，我是的。我去踩那。他打了。是吧？没脸看了。